好啊，世间较开阔，敢开阔，为何你画画？乌江无线，这讲要安怎？师徒心结无当看。这首歌曲，当然伊也写了非常的好，重点伫对一个所在，重点伫师徒情谊。师是针，徒是线，当然因为伊用着这段来甲你引申着这首的歌曲，这个叫做重点。啊，师。针甲线有啥物关系？今日咱也知影，你要提一领衫，你有线无针，有针无线，这一领衫到底有啥问题？迄个针就是咧讲体，迄个线就是咧讲用，迄个针就是咧讲啊，你今日去，迄个线是毋是？迄个针到一个针，有一个空，敢毋是？迄个空，迄条线爱穿过迄个空，敢毋是？爱穿过迄个空。第一个针引线，安尼，即领衫，搭当一直提，一直提，一直提，嘛一领衫，伊破碎的衫，搭当提甲正好势。简单讲起来，书就是咧讲啊，讲体，就是咧简单讲起来，就是讲咱即个佛堂，即个佛堂内底即个壳，就是讲体。迄个线就咧比喻着用，就是讲咱即个佛堂，伊内底个些物件，所有个摆设。摆设啊，摆设的物件，所以这叫做体用，有体无用，有用无体，这拢叫做先天一种物件。所以今日如果拿一个壳，你拿个元气，什么叫做元气？咱所有因缘所生发的物件，这个厝，一未起的当中，伊就一个大空间，一个所在。但是你刚起的了后，伊必须内面，你要起偌大，伊内底必须一个小空间。但是咧，小空间伊绝对袂使离开着这个建筑物，这个建筑物伊袂来离开着这个，离开着这个空间咧，安尼叫做哪？安尼叫做一处，安尼叫做体用。所以咧，因为咱今日去看的是修的关系内底当中，疏甲情，疏甲度，度甲疏，用安尼来做一个比如，就是讲今日去，你做一个老爸，你老爸，你敢恨你个囝？你囝都袂得离开爸。白囝即是一体物件，所以白囝哦，白是天哦，啊母是白哦，啊所以人讲白囝、白母、白母是咱的天地。啊，所以咱今日一个人，若离开着伊的本源，一个人若离开伊的根本，这个人绝对要讲会受阻，这个绝对无可能物件。我来讲做简单比如，你今日去做囝，你爱死死。你对你爸母，你对你爸母无友好，你违背你爸母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无爸母就是掺着咱的根，根你听无？这丛树的根，树啊叶，就是掺着咱的囝仔事实。请问各位，树啊叶是对对会当欣赏到这只个的茂盛的迄个树啊叶？当然一定爱有根，敢是安尼？所以根就是叫做根本。根就是本嘛，就是根本嘛。啊，迄、那个根就是咱咧讲的，就是咱的爸。今日若咱的爸母甲咱生，咱今日咱大只大汉，咱今日会当伫社会诶出人头地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人世俗讲一句，讲你若违背爸母，你若背叛着你的爸母，但是你背叛着你的爸母，你伫这个世间要活什么生存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咱看到迄、那个郭台铭。郭台铭，你听啦吼，咱伫网络看着，伊今仔日哦，事业做遐尼呾大，伊一定找时间杀伊老母，甚至伊今仔带伊老母去游世界，所以伊亲自杀伊老母，伫迄个呾伫游远地区哦，所以伊安尼，所以你人伫迄个看着了，呾翕起较可以网络。郭台铭个成就。就是完全因为伊无离开伊根本，所以伊今仔日才会遐尔啊成就。所以一个大企业家，你甲看对爸母绝对足有效，这点你唔通去袂记住。咱换一句话，咱甲承认倒来，书是针，道是线。今仔日咱修道学道，咱若离开着咱的师尊，咱离开着咱的师父，咱若离开着咱道的根本，那安尼你修道，你修会成？伊安尼讲。你修了，迄个哪位？迄人讲叫做线仙道啦，因为线仙线嘛，叫线去嘛。
记得记，那个那老师那时候时候，伊哩大吉祥，你超前哩甲人传哦，那个这是秘鲁。啊，再讲记得记，那个时候时候传的老天爷，那老天爷传当天爷，那当天爷传邱建林，那邱建林传的火炮，那火炮传的能量就传的着力，哦，传的能量就传的着调，这叫做呢，这叫做江加山。这个江甲山，因为咱个江，另外有一个江，另外一个山。如果今日你若咧离对个所在来等伊，比如讲今日老千年，或咱个秋千年，老千年或咱个哦单千年，单千年或咱秋千年，咱秋千年要甲要甲等伊，各位安尼接袂落去咩？咱秋千年靠咱护法，咱护法甲等伊，安尼接袂落去咩？咱秋千年或咱靠咱护法。甲咱张经理，甲咱个助理，安尼甲等伊，安接袂落去，你安接袂落去咩？接袂落去，安尼叫做断线。啊，若风吹，风吹若断线，是毋是有罪？叫做断线罪，敢是安尼吼？断线都有罪咧，但是咱断线无，今日咱会当大动手一动，对顶关一路来顶关这个所在，咱完全哦坚守不变，死守成道，我会去。像我看到，看到阮当年英俊啊，无人会看到。伊当时离咱道场只要四十米，咱拄靠近你的时阵，对咱就点物所的时阵，恁了，但是嘛，离咱就点物所出身，然后就点物所出去出去做做事的拢有先知出去做啊，前年的拢有去做迄个的哦，迄、那个老前年的拢哦，先知做的时阵，点物所出去，刷一阵啊，我免去甲报伊啦。讲你迄个回归我遮啦，啊！你回归我遮，我用着我的九贤七祖给你看保证啦。哦，迄阵人要用九贤七祖来看保证，你敢知影？哦，所以你也甲看，咱迎亲组长伊讲一句话讲，你讲这我唔捌啦，啊！我着一路来着安尼行吼，人讲没有慧根的慧根啦。哦，啊！你甲讲这我拢唔捌，但是我只要认道真、阿弥真。天明真，老天人真，一路线甲银的压得着，所以伊一路来行四十几年啦，有祖师要甲渡的，有老天人要甲渡的，有前人要甲渡，有今日师要甲渡的，甚至要用有缘去做来归宿，有改变如何？伊老改变真无离啊啦，真无是离家啦，你甲拍一个歌。好，今天啦，今天的西西剪刀，这个坚守，我是连算做必然啦。咱新娘即阵拢总是，因为新娘即我知影，因为倒有过去靠经理，是就经理的时阵哩，因为伊伫迄个马来西亚的时阵，迄阵倒有变化是怎样，所以因为新娘即阵人我都坚守到即摆，确确实实值得我们肯定的，所以就是呾伊了解，修很多不用的钱，不用的钱就是，不用的我一条线，这条线，好。所以呢，因为咧，今日你修万道内底当中，你说更加长线尔吼，所以数是尖，多是线，所以咱甲咱师尊、甲咱的前辈、甲咱的护法，这是一条线，这拢袂使断去。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了解，亲情永远连续化，咱的亲情，这个亲情咱拢叫做道亲，对不对？哦，咱拢叫道亲，道亲。你哩一般顶个流失，伊靠你叫流失，伊无你叫流失，那你安尼叫哪？输啥？输地啦吼！哦，拢叫安尼，拢无咧叫流失啦吼！咱道中是安尼叫流失，以道为亲，迄、那个道个内底当中为亲，咱哩过去哩佛家拢叫做教教化，所以咱真一般叫做万教，教个内底当中伊无真理。所以叫做教化，那你道的内底当中，伊叫做呐，伊叫做绝对的真理。所以你教化的内底当中，有心助意灭，有心助快空，有安怎？我教的时阵有正法时期，有上法时期，佮有末法时期，当是安尼吼。所以这佛教一开始叫做末法时期，这个大家了解，这个、绝对无对的。但是咱一贯一贯道。伊无讲一贯教，伊讲一贯道。道的内底当中，他没有末法时期，他没有正法时期，连他没有相法时期，伊无遮，
因为伊落去绝对的物件内底当中，它不是一个相对论的东西。啊，既然落去绝对，它不是相对，所以咱咧讲的叫做以德为亲，以绝对的真理为亲。咱唔是一般的什么亲，唔是一般的师道的亲，唔是一般的迄落哦，迄落咱的信道的这种的物件。所以咱今日去亲情、因缘、人情缘，咱这个情，这个咱东西从哪来？讲原地来，把讲起来，咱来到这个世界，不能轮回来到这个世界无相相。以前他讲，因为咱立根轮回来到这个所在，渺无当无相相。所以咱想讲的，你过去，你有那个世界，咱拢是一个同住一堂，咱拢先兄弟啊，先姊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但是咱来到这个世界轮回了久啊，咱变成啦。六道轮回就开始走出来了，那六道轮回开始走出来，咱都忘记着咱过去迄个极乐世界，咱当初一原来迄个所在，咱人若倒去拢是归，咱讲比赛无，驾鹤西归，反转摇铃，西方极宝，啊，恍然归真，是不是安尼？拢讲这话，但是讲这话，你感觉这话的道理在个所在？简单讲，这话就是讲你有一个。极乐的世界，迄、那个极乐就是讲无用，无得用语言甲表达的快乐叫做极乐，所以讲叫极乐世界。但是咱来到这个世间，叫做快乐世界。快乐有快乐无？咱来笑，我笑笑做快乐对不对？饮酒饮酒咪做快乐对不对？安尼念念咪做好不好？因为迄个快就很快就过去嘛，吼、哦，叫做快乐嘛。但是因为咱离迄个极乐的世界。那个极乐无落你这个快，因为你永远它就是快乐的，所以你佛告诉我们，讲一句话叫做涅槃，叫做极乐世界。什么是叫做涅？涅而不生，盘而不朽。啊，就是讲你离极乐迄个世界，你好难生个死。所以生死你不敢讲，叫做一如生死叫一如。啊，所以咱今日亲情因为就是咱这亲情从这边当领会，一来之后我们是同一个缘。那我就会讲，不是一家人，不入一家门。咱今日会当有咱一贯一些文化，公园今日咱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啊，所以咱今日珍惜的这一年，咱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看到咱坚定，坚定的参加咱的阿公阿妈是，啊，咱好的参加咱的阿爸。比如啦，就我是恁阿爸啦，恁我就天天安尼，是比如啦吼。啊，咱看到坚定，咱阿公阿妈咱就欢喜无。咱也欢喜对不对吼？现在讲哦，出入行情是讲明话啊，出入行情是哦，平时啊当中咧，伊就一年一时，咱咧唯有一个开山，啊嘛唯有咱一个方向跟目标，啊所以咱今日去看到咱个亲人，非常的欢喜。咱讲互助情深，咱听得爽。互助情深，今日咱来了解，袂惊，这是袂当山，袂当山的物件。是安怎个线？因为惊风暴，要去食毒，唔听爸爸妈妈话，唔听老爸话，因为伊家己有伊个思想，先有伊个思想，因为已经无本，已经无了解个根源。所以人过去咱接过只，那一包囝较无听讲，啊，伊个习惯打架啦，习惯打架就买伊啊。我你讲无，就是讲已经大汉啦，啊，因为爸母咧讲唔听，先啊安尼已经无本。已经偏去啊！哦，你们如果无意识一个作性嘅，这个反转，当然今日老爸老母嘅思想，因未顾时代，这是绝对嘅物件。但是，即使爸母因为伊嘅思想未跟，未当跟，跟得上时代，但是你做囝人，随时你有迄个能力，你有随有迄个看法，但是你对爸母爱有一个叫做尊重。要有一个叫做尊重，爸母较憨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尊重。你若爸母较憨慢，你做囝人足敖，你连甲一个尊重都拢无。那安尼，你这个敖拢叫做孽。你这个敖，因为你已经当下嘛，你这个敖拢无下。所以咱有以前，人若开始咧敖的时阵，伊就开始，若无迄个深根落去，若无一条根源，伊若要深根落去，伊就开始咧无本。伊就开始背叛，伊就看一个人无现啊，
所以这个人也应该注意。所以伊慢慢失去了迄个咱心灵温暖。所以咱讲辅助前倾来听爽，边界前倾来我来听爽。即马囝老爸咧饲囝简单嘞，囝咧饲老爸也困难嘞。你讲听有意思？哦，什么连他是是你咧教你个囝来听爽，连你囝咧教你来听爽。我尽量慢慢别问报酬，我比你较轻松嘞，对不对？免得别问蛮怪嘞，是不是人听爽？人听爽就是囝爸母对爸母对。囝儿是伫迄个情听袂开，但是囝儿是伫对爸母地较较麻烦，安尼敢条意思？嗯。过去有一个故事，我忘讲，讲啥物啦？是中年，伊饲一个囝，当时因阿娘个死个当中，一个囝，两个母囝，爸囝同一岁，啊，当伊老爸死个当中，剩一个老母，伊饲无人个囝，但是。一个来去高来大遐，第二个来第二，第三个第四，第四个第四，第五个第五，第六个第六遐。轮到倒来了哦，那叫诶，再紧转到哦，即摆开始来吃半个月，即摆大家变成半个月开始当对不对？即摆来轮到尾啊，伊全部来轮啊，轮咧研究究咧，啊上去用脑伊分分。我讲这实在哦，我这不是讲故事哦，我这讲这实在哦。我阿爸伊生病啊，中落去，老母要嫌，我对唔起，伊伫这厝里去，这孙伊看，所以物件伊做熟悉的，伊做对袂起。囝无爱爸母，爸母爱囝伊也熟悉，这是一个重要物件。伫迄个情况之下，伊甲骗，甲不，你来个所在，我系我好嘞，人咧管你，那安怎安怎安怎？但是伊个囝若爱爸母去。伊老母阁袂当去，硬甲骗人甲骗去啦吼。有时去咧当了真正叫骗去，老母要去嘛，是。因为六个囝都无哪要饲啊，无免啊。迄个时阵，六个大咧想囝，哦，伊才爬起来咧想囝，甲下头咧想囝，甲因后要阿妈咧想囝，阿妈咧想孙。迄个时阵，有一个管理员，阿婆阿婆，我阿仔吼，恁囝要来看伊啊。好，迄个阿婆就真欢喜啊！过去透早起来，四五点八个就开始吹头牛，讲较歹听，讲要找伊爱人看，因为看要囝，伊来甲看，伊偌欢喜，你敢知影？伊咧期待伊个囝来看，对下昼，下早等下下昼，对下昼等下下昼，看无囝来甲看，是嘛？迄个服务人员就听吼，伊讲阮囝今日来甲看，啊无来，伊讲恁囝有来。倒转去，目屎怎流？伊讲伊钱流了，咪怎倒转去？有来啊，钱流了，倒转去啊。按一支，按无着伊个囝。当伊今仔日个当中，这个故事传出以后，有一支咱来个囝讲：你当时去了投钱，是安怎你去看恁老母？伊讲哦，阮老母，阮若去甲看，伊就要向我倒来啦。啊，到阮阿妈去甲看，伊就要，伊就差别，就袂差别，我倒转来。即、这个你有同感无？啊，即、这个有属性无？我甲你讲，即是属性，我唔是骗故事。今日看到社会即种个模样啦吼，互咱今日去触目生情。所以拄只讲，人讲爸母情深，人听爽。即句话是对爸母，爸母对囝儿是情，毋是囝儿是情对爸母。囝儿是情，真对爸母是情感个。你如何如何？你嘛唔含我多做，我愈袂麻烦，敢是安尼？所以真，所以咱今日这个社会，什么叫做凌乱？那我爸母饲囝，爸母饲囝是好算的，哦，啊，囝儿是一个孩子，饲爸母呢，都爱论，囝要饲爸母无论分啦吼，啊，囝儿是要饲爸母才算的，敢是安尼讲？我只要分一老母三公，所以今日恁学物学道理。了解，今日什么叫做良心？什么叫做良心？什么叫做做人？这点咱一定要了解。所以人讲爸母情深，咱也说，是我拄只讲，要真正爸甲母，母甲爸囝，这是良真话。啊，对，我拄只讲郭台铭，伊事业虽然是遐尼啊大，但是伊无离开伊个老母，伊对伊个老母都参详伊个歌曲念念。
天将，一个大事干，百事个只大事干，干一分钱也不分。所以我希望我今日去咱个修法道内底当中，啊，应该教育好势。为何即讲叹孤单？即句话就是讲安怎？即句话就是咧讲讲世间来到即个世间，来讲人情冷暖，啊，世世间炎凉。人生对有名利，对有物质，对有享受。今日因这位老师，伊有一个书，伊叫做《解脱规划众生》。没有一个众生的人会当去规，会当规划；没有众生会当离开这个生死。但是众生遐喜欢，因为伊敢会想到这物件。伊想到这物件的时阵，我也是伊敢知。人之将死，啊，机缘也生。妙计中枢啊，机缘也安。面对着伊人生无希望的时阵，面对着人生死亡的时阵，伊在想这个问题：我要安怎人救到一个，那么无好死嘛是好死，啊无好死嘛会当救到遐快乐。咁是安尼，但是世间的人，那么不见无恩财，所以今日会当修行吧，咱准备好，那么生死，这是人生每一个人都会得到。但是，咱一定要记住，是讲，咱要离开世间，你有准备好势？这点倒是你爱做的事。但是，要准备，不是讲你临时面对着当要准备，临时着当要准备。你若嘴巴开始乌这面糊，你嘴巴开始乌这面糊啦，哦，你就袂就会是乌这乌面，嘴巴人真当最难听。所以，这个也难讲，为何这讲太无端？因为这讲。是领袖接受接触的第一年来要爆发众生，不能把这个世间这个爆发的众生灭满加清，因为按照讲，按照宣传，按照鼓励，为了是伊的物质，伊的名声，伊的良心，为了是这个物件，所以非常的可怜啊！好啊，世间刚开发，这个啊，就是那个叹声啊，吼，叹声。道啊，就是对这道理一种的期盼，啊一种的呼唤，就参照咱今日去对咱的囝儿是说，啊囝，你若无要听话，你若安尼行落，你无将来；你若安尼继续落去，你无前途；你若安尼继续落去，你会死个惨一番。尽足找囝儿是说，为做活道的，为食毒的。为杀人诶，为放火，为抢劫诶，你甲看有无？台湾你甲看，每每皆是，什么丁连帮啦，什么天道联盟啦，什么帮是到底？即个帮拢深入各种各色面，伫各色在咧栽培乌道啊，在咧甲培养即个物件呢，甚至甲毒咧吼，咧害你诶囝食呢，用毒咧甲饲呢，你诶囝。一定要让人知道啊！你的囝要让人带去学堂，你阿唔知影。当你发觉到的时阵，拢袂晚。当你发觉到的，这是一个熟悉的物件。台湾政府是安怎这样来听？里面即个总统在骚动，也现当场执法，上少超过一万，现官司上少超过一万。因为那个菲律宾连毒太严重，因为菲律宾没化死人，除了现场啊执法，无菲律宾没化死人。但是因为讲毒来自对，来自台湾的人，这是电视台哦，这是网络你甲报咯，好像是我这后面讲的哦。毒是来自台湾的人吧，所以这是真可怕的物件。咱的囝儿也是，有一斤，咱的孙啊有一斤，我那一斤的毒，你该插该死啊！你个破白事啊，唔是有法度遐简单做法啊！囝，你太要惊不对哦！啊，囝，你太要做呾安尼，迄、那个感叹，你做爸母对你个囝，你爸母对你个囝的迄种感叹，你是外文啊？你敢知？这个啊，图啊，这是一个外感叹，你敢知啊？因为今日个世界，咱讲天道有路你有去，啊地个无有，你要创新啦！所以世间敢废话，世间敢唔遐废话吗？我问你各位，都
不行，应信真神，应信啊啦，大伯头也应信啊。因为到遐前面讲，啊你啥前面看我好，啊你看你面就知影你是好。而且你穿着，啊我一个阿孙咧吼，30岁，得着欧人啊，得着欧人啊，我欧人我早已经八仙去啊，35岁啊，哦，伊讲真好个在。有拄到名医啊！啊，上天慈悲，讲迄个狗啊，走伫恁爸，若走伫恁爸，迄个讲叫做死鱼啊，死鱼你听无？叫做死鱼啊，安尼啦，爱嘛讲生只死鱼啊，对啦，迄个讲咩啊？但是你甲看，迄种个感叹，35岁阿孙呢，面对着狗啊，面对着恁爸先啊，迄种我无啦，你敢知影？迄种我痛苦，你敢知？面对着亲人要甲你离开的时阵，你着放手。所以咧，今日伫这个世界，有快乐吗？快乐拢假啦，快乐拢假啦。所以烦恼作多嘛，烦恼烦恼嘛，烦恼来到这个世间嘛，那叫烦恼。所以今日既然了解世间是正机，世间是一个方便，咱了解一定要想解才了爽。唯有就是修得好的，这部老师，这机将要甲你引咧这条线。咱现在都未看化，为何你未看化呢？即未不毛，阿你讲你唔听，听你个是老变，阿你未听。阿你现在即未不毛，阿你现在听未入。真正要甲你讲，你真正要甲你讲，你讲听未入。哦，你要找死路，哦，咱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真正要找一条不归路的物件。所以今日为何你未看化？有只无线，即讲要安怎？有将无线，即讲要安怎？速度心情无地方，所以即当中即道话啊，有将无线，即讲要安怎？有将就是讲即讲老师无线，道理甲你离开线，啊！你刚才讲你将线无想话，刚才讲起来你已经断线，听见？咱你互你咧放风吹，比如啦吼，你即个风吹飞到一半，飞到一半，你条线怎断去？你只风吹有落去无？伊到尾啊，本来落地，伊咧飘飘飘飘啊，咧遐落地，所以迄条线当然一定爱落地。啊，无你甲看，紧啊，万一定爱落地。但是迄条风吹线带来幼条，伊愈飞愈悬，伊注定袂落地。除了你甲救个了后，才落地。意思就讲，你今仔日若离开着这条线，离开着咱这条平线，咱今仔日在，你想到注定。喂，咱师尊老人应该摸出过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入我门不明，啊，出我门不明。世间的人都要想飞了，要找快乐，不要找解脱。什么叫做快乐？什么叫解脱？今天解脱不是一个你想象的，今天该当不是你想象。什么叫做解脱？你把你的心给它归了清净，你把万念给它放下，你把精力给它清净。地面的提升，这那是真正要行上归路的路数，要不然你拢变到生妄想，遐拢是不归路的物件。所以咧，建宏老师甲你讲，有只无线，你叫建宏安怎？一零一四度化众生，甲你讲起，咱今日饲了六个囝，但是你的囝要甲离开，你要叫老母安怎？就差不多这部分，我拄只讲，伊是有六个囝，但是他生的养老院无人要去甲看。老母都要扛孤单，啊！老母要安怎？你这个心情，啊，用你的心甲想象，今日，咱大家拢有人做为人的父母，咱大家拢做为人的囝儿啊，是不是？人讲安怎？迄个心，人讲，哦，较早有一句话讲，孝顺欢心是孝顺主，安逸欢心是母命儿。不信但化金米水，啊点点滴滴不差的，刚是安讲，所以就来讲，哦，那个的算，你做安怎做什么因，伊后面那个果已经来当讲，所以我希望讲咱今日去透过这些因缘在这当中，咱真正会当记住，咱今日咱做一个真正是社会有路用的人，嘛真正让人感觉讲，咱是社会能够抬得起头来，对别个。对咱的父母，对咱的长辈，咱一定要尽咱尽的真正尽好咱尽。父母含咱的时间是长的，含咱的时间长的，有一日，
一旦把这贴了的时阵，你就免考了。你在说不好不义，当你倒来当中，你光靠一部车，你光靠别人听的，你在做孽，你都不好。所以呢，今日你一定要知影，当时在话的时阵，在要把这个贴的时阵，你要他防晒这对的菩萨，你叫做你的菩萨。所以这对的菩萨他无去，留去在拜菩萨，无当无当拜。所以师徒心经无得看，所以师着师徒，师就是你的上镜的心情，我都不用心去看。各位，当你一个镜在外口咧流浪的时阵，当你一个镜叫失去的时阵，外口咧落雨，外口咧做风台，因啊零下几度。你做一个父母，你已经一个囝要失去当中，你会困得去吗？你困得去吗？你迄个心会去想你的囝吗？师徒，你师徒，你想你的囝，迄个心，人啊，某某人了，你困得啦？别人咧叫咱困这么难，对不对？伊困困到早，但是你困得去吗？问题拄着你，你困得去吗？你说你困得？既然都讲。未惊心情，无惊心情，这都真可能。所以这点，师徒心情都参着讲，恁老师，你想咱的心情。无法度用语言，无法度用形式去表达。咱用着咱未惊的这心情去体悟，可能恁较早不错。所以这第一段，第一段，为道为道还走天涯，点点目屎就不难，三者大师。我爱了解，唔通继续搁未来啊！好啊，莫爱莫要乱念爱世事全不存在，今日求得开通你的心怀，莫要自叹自悲哀啊！好啊，莫要乱念爱世事全不存在，今日求得开通你的心怀，莫要自叹自悲哀，这段话。一直咧反反复的感叹，为刀海走天涯，点点目屎就不干。这个感受，可能去开放人了解，若不开放人不了解，咱好啊，离伊我三十年，甲今年到三十年，明年到三十年，今年泰国到二十九年，迄阵咱好啊，我上细汉的查某囝，我因此，因此几岁就是我离开往泰国几年。在那时候，因为我在泰国去开放那年刚生出来，哦，那个时候我去到要两个月至三个月，那时候两个月要签，要延签一个月，如果较早就两个月，如果较无早，若有代志延签就三个月，那时候我在泰国，那时候语言未通，有嘴无当讲，有耳孔无当听，有目睭无当看，有手未当写，有耳孔也未出，都摸不出来。你准备跟我上天啊？讲抬头看苍天，后壁有一条指甲路，我若五点外，我拢会去条指甲路啦，行来行去，拢会唱一条叫做哪？油车挂红地。哦，苏北门道里去首歌听，迄不是歌听，咱老百姓捌办，嘛捌报着咱台湾传出出。迄个时阵，咱苏北人讲，无论你是天边海角，苏阿要找你，来顶一个。哦哦，大啊大啊！你为什么一直咧一直反复的感叹？那这句话啊，差不多咧阐述了这个老师，咱师尊老大爷对咱的大的是这种期盼，也是种希望。为大还走天涯，点点目屎流下来，因为你会惊伊的事实做了无好，你今日去敢有法度啦？足安心自在，看你的厝。你处处去咧走丧，去咧找因素，拜托，阮这个囝快当无无代志个，是不是安尼？点点目屎从北个，迄个感受，若讲目屎，拢啊拢倒来，迄个感受只有当事人才能了解。咱今日毋是当事人，都袂当了解。有一间，有里面，迄阵咱同我聊咧领导时阵。迄阵一个啊，叫林心怡啊，伊一个小外孙当面，了后无偌久，
哦，伊个一个哦，啥物人叫邓？迄个时阵呢，咱吼感觉嘛是非常的伟大。我阿平时咪也讲，平时咪也平时咪，一直拢眼心眼面爱看看，爱看去。伊安怎嘛讲？伊敢知影？伊讲，你卖说吼，伊咪唔是伊个人啦，唔是伊个人啦，讲出一点点啦吼。那如果伊个人伊个感受都无相像啦。犯坑犯坑啦，鼓励鼓励啦，啊无我咪甲你讲，我嘛知你的心情，你种真正，就是个人的感受在了解着迄个痛苦。真正咱咧鼓励人足简单，啊是安尼，含伊无关的，是你出钱是要鼓励，但是伊的感受是咱感受，你就是参照针，哦，参照针咧堵咱的心脏，哦，所以迄种的痛苦袂当袂当去想。所以今日后尾就即个一年，那个上好啊。所以时阵老大爷为厝主招厝的啊，要多花就千人之外，那么遐之外一个一个钓鱼十五号，落几多就是得较地个多即个环境去。所以伊无论天涯海角，我伊嘛要招厝多去。三者大师都爱了解，唔通继续过未完。三者大师。咱知影，天泽、地泽、人泽，三地莫缺，三泽来开破，多提这个信息。我们的众生也够归位，今大家无都无陌生，大家了解。这是真天命，哪无天命，哪无天命，无什么人敢做这个代志。但是恁今日来知影，拄到这个有天命，这个因缘，咱大家认真，咱大家认真。如果有一间这阴影叫无语，恁大家要做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包安的飞车。迄个飞车啊，袂使分离啊，安尼咁听意思？飞车飞了分离了无路用啊，你听无？所以恁今日恁一定要知，当今日恁这个花秋雪，今日花球员就是你。你今日要成就，你今日要得到大利，家己有关系。当迄个关系去修起了后，你会飞天上天都无路。所以你今日去了解，你茫看虾米代志，你个你家己这份的本性，你家己这份的资料，你在想不精在物件，唯有你家己无害去。你若好成就，你是一个贵人，你嘛是一个圣人，你茫看虾米代志。哦，爱好好利用，你今日有心之念可以度化众生，度啊，你会了解，唔通继续袂歹，来个。变理想，伊要做事，伊唔爱办事。伊要做事哦，伊唔办事，即个话是咧讲做。意思就讲，咱今日修完落来，变怎样？人生来到这个世间，你爱行进，你爱行出，毁灭源头，你唔通行出生命尽头。生命的尽头，就是你把这死啊上天会重要。叫做生命的尽头，你今日去行到毁灭的源头。就是你做上解脱，你惊有解解脱，但是你会惊住毁灭的源头，你莫惊住你生命的尽头，生命的尽头医生来医不好，来杀你为重。所以人生一定莫去袂歹，唔通唔只等，唔通唔只等，机会无介少啊，好啊，目标啊，认定咧，这个啊再次感叹，哦，就我之前讲。因为拄着啊，表示是叹郁、叹怒，咧足感叹，对个？伊负起着这样重大的责任，但是伊无法度让真正所有的姊妹会当真正每一个家庭解脱，所以伊这种的物件是一种非常的感叹。所以后面咧出个图啊，这个图啊，就讲就参照讲镜，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刚才讲起来，咱对咱的家里是镜。你才不讲袂听，囝你才拢袂听话，囝你才袂安怎，就差不多一个意思，非常的啊期盼，啊嘛非常无奈，啊嘛非常的啊这个感叹艺术，不要乱定啊，乱就是不平乱。